如果我在这边尿尿的话 ，OK， 我们想可以用我的尿把我淹出去。不是，要不要去把它？我不是说呛他，要不要让他让他也也倒？我可以变身，哦、变身哦，阿贤你好像超没有了，花男，我可以变身帮他。阿贤，阿贤，你知道你刚刚站那边有屁点，好像按到屁点、欸，有人呢、欸，看到啊，我这边没屁点、啊，我可以变身帮他。你那个主动台上面不是有个屁点？阿强在变怪杀我吗？杀了我吧！啊，我刚刚看到上面吗？杀了我！主动台上面有个屁点，那是八号。你要扫是不是？不是吧？我开领域是不是啊？我根本有，我让你解脱了，玲玲。设地图设计不良。我想说，很明显的变身，让你看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屁垫。哎、欸，有猫猫。不能放在这边，只能放。猫走了。有啊，这个屁垫，你看它上面有什么色？狗狗狗也穿出去了，狗穿出去了。真的、啊。一只而已，一只而已。太危险了！而且对啊，李宁在里面，音乐盒也不追你。不会，音乐盒咬不到他。但应该也要在他附近狂追猛追这样子。那他没有，我是被音乐盒追了才过来的。哦，就有可以啊，那个东西都可以存放柜子，好像可以放柜子。林子，那你可以放柜子吗？真的，给我一起展开。下次如果。有遇到人的话，我一定会叫，我一定要叫阿比来跳。有有有，哎，他们成功了，咪咪也倒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倒了？欸、有一只猫被滴流了。说不定你还可以遇到他。真、啊、假的？说不定。嗯、啊。白猫。哎。为什么倒的我都不知道。九十块，我们只收集九十块。我们只有九十块。真的啊，总有一天会不会这些猫？哎，这猫是少的，是啊。我把这个收起来，这样子会不会空间更大？猫咪，把猫咪丢到这里，那可以收起来。这样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站好吗？那个屁垫几个？可以屁垫间谍拿走。屁垫间谍我帮拿走了，在这里。我现在吃那一颗。我觉得放柜子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如何？这样子配置有没有？我们这样躲跟猫咪不同位置，欸、应该也许可以。这些罐子都是已经空了哎、欸。对啊，那等下再丢一丢。好，我把泰坦是日食哦，如何？哇，蛮硬核的吗？再接再厉，总要挑战一下。啊，我们前世够嘛？那我是多多努力。那你们先下去，我偷偷蹲着去上个厕所。好。哇，日食也不能买东西了。但这个倒下，我们要赚3000哦，大家加油！太难了吧？3000啊，3000有点太多了。冲啊！等一下，旁边是巨人的声音哎。巨人跟狗，巨人跟狗。开场应该就有人要倒了。这就是日食的世界。哎、欸，我你这狗飙车啊！哎呀，这狗在飙车。狗有毛病啊！这狗有毛病啊！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日食，大家日食的泰坦好像玩不了哎、欸，好像玩不了哎、欸。日食的泰坦好像玩不了哎、欸，这也太难了吧！火箭筒没有那个巨人打不死，狗是可以啦，但巨人打不死。我成功，至少我们要进去看看。哎、欸，白痴啊！这怎么玩？
这要怎么玩啦？你好了啦，你好了啦，你好，哎、欸，我安了，我安了，哎呦，我不小心往前多一步，我不小心往前多一步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上个厕所回来、欸，家就两只狗，而且我侧门一进去是机枪塔，然后我要走正门就遇到张B。投票，投票，日食的。好吧，按右键，按右键。日食的泰坦是不是没办法玩啊？怎么那么难？真的。我们之前没那么难呢、欸。嗯嗯。那狗，糟糕啊，不会耶。谁还没有按右键？悠悠按了。悠悠。我也按了。悠悠去拿遥控器，充电线是不是？咪咪，你快点意识到离开吧，咪咪咪。意识流，来就直接跟他们讲，直接离开吧，按下去吧，我们都没了，我们要投票扫人。怎样？哦，哎呦，直接跟他们讲，太难了，那太难了。哇，那个还发出我按了的阿乔的声音。哎、欸，那个猫还在啊？有猫、欸，猫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被丢在外面了。我们之前的日食都没事，这个日食，那日食有点，而且他那个楼梯口刚好有个南瓜堵着、欸，超奇怪。没有，那是可以玩去的了，只是就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就跳上去，然后上面一只猫咪在，哎、欸，有一只狗在追，然后下面一个犬跟那个狗爬楼梯的速度快到崩溃、欸。阿巧，如果是日食的话，等等就穿背包上去吧。哦，现在是多物啊，欸、可以。但我刚刚是有上去成功。我刚走另一边上去，然后侧门一进去机枪塔，然后我要走正门就被僵尸咬了。没关系，再接再厉，大家。你要输。多物。那还是日食吗、欸？没有物而已。我去拿猫。猫，你是谁？阿茄是阿茄，阿茄你好了，阿茄哦，阿茄拿到，阿茄拿到了，阿茄你很调皮耶，东西发生什么事啊？阿茄在飞啊，又一口你的 skin 也太有哎、欸，什么？你发光穿光哎、欸，那我上去吗？我们上去吗？空手，没有，你穿白色的骷髅头衣服有点亮。OK 吧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在这里，全世界都过来救我。好好好。刚刚是洋房哦，我根本没看仔细啊，一进去机枪塔、啊、怎么玩？有罐罐有补了，倒是那狗跑的速度太快了吧，糟糕不一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我刚已经要上去了，但我感觉好像会被追到，我就只好再跳。侧门小队，你有这个想法是吗？来，假门，侧门小队，怎么了？机关塔，机关塔，白痴，侧门小队一进去又是机枪塔，啥意思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侧门小队，没有饮料。嗯啊、阿比，喂，我靠！我不知道阿乔你怎么也死了。有那个有机枪塔，我听到了。我帮他关门、啊，没有门，没门。阿比，你也是啊，阿比。阿比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我们侧门一进去机枪塔，是同一个吗？不同。你们至少可以走，我是同一进去。机枪塔对，机枪塔上一把弄不到我，这一把弄得到了。哇，不行嘞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，我只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，我就想要接饮料。嗯，等不了，所以我捡到。在哪里？船上东西就哪里。在那么附近吗？那我们来帮忙拿哦。怎么玩的？啊，那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钱应该是到不了了。多走几趟，对。人吗？就是哦，机关塔。不晓得。他找你的量饮料哎、欸，我们这里东西很多的，
不然他们就要回家啦。没错，要小心机枪塔。幽灵，幽灵，这里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下面还有东西。好的，我剩50%血量，我真的不说。你这样不要往前太快了。啊，那机枪塔是先锁我啊，所以没办法。嗯。哇！哈哈哈！我过了，等我。太乖了，重开了，我不能了。完了，他怎么出现的？哇！太英勇了吧！哎，机枪塔旁边有那个怪。阿比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魔子怪，又出现了。哪里有怪？在机枪塔旁边。咦，真的？嗯，他走有点远了。哦。哦，还有音乐盒，他们这里好嗨哦。真的吗？而且机枪塔超多，是在干嘛？很深的地方了，他们也去不了。这张有毛病啊！这张太难了啦，花难。倒是我们 S C P 怪这次也是没出现，我已经调两倍多的几率了。大转折，你再找一下。好，我要小心。泰坦啊，泰坦怪。那有个魔爪想拿。够不认识呀？那楼道啊。金枪塔到底要怎么躲？哦，花男，花男出现了！不是，不来，花男，机枪塔要转，在楼下进去的门，楼下有花男，真的好完蛋了！谁呀？花男，不要看他就可以了。你那边偷关门？转轴吗？幽灵嘛，皮一下嘛，不然没事做啊。是我去拿，哎、欸，小心机枪塔，我去拿就好了。你吗？他妈拿什么？超穷哎、欸！我们这泰坦。对啊，太多逛了。对啊，没。那声音没得逛啊！可是机枪塔那边的尸体旁边有一个魔爪可以拿、欸。爪是什么？到底多想喝饮料？你看、啊，外面玲玲在了。我来，开始。76块的能量饮料，难怪他那么想要。能量这么贵哦！我看一下，那随机的、啊，其实可以啊，只要趁那个机枪塔的位置、啊、不在。他好像。等他转另一边，哎呦，拿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Nice， 好了，死掉谁啊？绿红傻，好气！我身上有了，你身上有了，这就是倒下的人的乐趣嘛。奥桑有吗？你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，哎，太惨了，那么晚。好，那我能赶紧。你的被我解决了。你回来了，我派他过来。快，他进来！沙虫。啊！对，他们什么都没有说，没有声音，我还没死。哇，还可以这样哎！外面好像有沙虫。哦，沙虫哎。嗯。没有沙虫。好酷哦！所以阿乔死了，那小丑里了。说阿乔外。我们可以走了啦！好像大家都回来了，好像可以走了。那么你走吧。这世界真是的。你说我们这样东西太难了。钱很难呢、欸。我们已经打怪掉落物了，已经调高钱了。是我拿不了东西。可怜的阿乔。我那几百块，阿乔是被机枪射死的。几百块，然后我就说：“阿乔，等一下，快跑！”他锁我，没办法，侧门又是一进去就是了。可以，对啊，开了。而且他旁边还有打的门，超坏。最后一天了。
大家我可以拿东西了。好 ，nice， 四成失败，我觉得很难。泰坦，赌下去了。走，啊，我们要就什么？够贼，拼了。有用的吧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太缺钱了，然后才把那个魔爪拿回来。对，拿得很好。哦、我看到76块，我整个人就动不了了。有人没手电筒吗？我买4个手电筒，大家可以去拿。赚钱赚钱，要赚很多的钱。没错，赚钱赚钱赚钱呐、啊！感觉很难。可以可以，加油！我拿个手电筒就上去。没手电筒还是要一下，为了大家优良的视线。那你度过今天，下一个也过不了了，就它注定会有一天是极限了。来，我们。带上东西玩一玩。